在头前吗？冻袂着，撑出去啊！这拢袂吃呢啊！我带啦，啊，我带拖住啦，我带啦。伊无咧载到二十，伊拢载到十五度边啊。安尼啊。伊载到二十会超过迄个国际水标线。哦哦哦。你着看咧，叫做保鲜袋啊。迄足大只诶，迄毋是安尼尔。伊这船安尼甲徛起来，甲八十五十公八平方。四百公尺。系啊。你要加油了，用头前伊吼。啊，对付这款的，都还是要出动较侪只啊。放糖水这个还好诶，尽量出动八只诶。八只冲出来诶，啊，冻未着，冲到外海。迄是因为六只，伊要右转停阳明那边，啊，伊若停伫长隆那边，就六只出来啊。八股里面。差不多黑，然后黑看嘛呀，拍看看会不会模糊了。哎啦，开一个迄个，你
你开一个 HDR 就会使啊。伊的色个甲海甲海水差不多。诶，老师啊，看是只几只，几只青笋笋，敢一包个尔。Thank you.
他那个系列的我都拍完了。哦，所以你很喜欢看过程就对了。对啊，尤其是这么大的。那你那个架子要小心，要掉进去就惨了。我知道。招入境之后，我再跟你讲。好啊。他这个船都挑这个时候进来。对。啊，或者是更晚啊，晚到半夜有进，半夜进来啊。他说你有时候半夜也在那边拍。我有拍过他半夜。那个你怎么拍？可以拍啊。偷跑进来这边拍。那你拍跟现在的。我在那边拍。我那一边可以过去。要知道怎么走。对啊，因为那边在做工程，才来这边，那边底下做工程没放下去。哇，所以如果拍是那边比较好看，就是这边比较好看。这边比较好拍啊，因为这边比较近。这边的那个广角比较大。哦。它回船。那像你们这样子啊，你们都自己会去追踪它的船，今天有进来什么船，然后多大的？他推销吼，本来要停那个码头啊，他们自己的码头啊。不过因为那边有一艘五万二的那条船要停到明天19号早上才会出去，他跟他的进港就重叠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，就要改来这边停。哦，停在这边，然后就开始掉货，会这样？对，他这个现在靠泊过去。到他整那个桥是放下来8点了。那你要等到8点啊？没有，我等他。他停走就好了。哎、欸，然后现在从我的镜头上消失，这样子 OK 了。还很久嘞。他靠泊你看不到啊，他靠泊那个很久，那个1个小时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至少还是半个小时到1小时对。他不知道靠是停到大概位置，然后再用那个船去慢慢。自己靠岸呐、啊，他如果靠岸的话，那加速会撞到那个码头啊。而且他后面还有一艘船、欸，有一艘小船。我说龙南公是追捕那个打到对了。以前一只乔氏鸡一次都给那个都是六架乔氏鸡在做。大船呢、啊？所以这一艘跟巴拿马卡的是同一起的，一样的，都是400米的，然后2万个货柜的。他那个韩国那一艘最大的那个是二十有22跟23的。啊，这一批是22的。这个22的。哦。啊，那个23的还多了好几排。他有来过台湾吗？有啊。啊，但是要拍要快耶，因为他七月的那8条就会改航线了，是、哦，就没有要进来了。你好厉害哦！